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罗。现在一大早吃了早饭，来打谷子啊！这个谷子穿得黄黄的了。一大早已经把这个已经割了一半了，现在就再割一点就可以了。小珍，哎，你看这里有什么东西？叫你来打谷子，不是叫你来看什么东西的。哎呦，就是小时候我最爱玩这个的泥鳅。就是这个，还是黄鳝。哎呀，加油！哎呀，加油！在哪里去了？不见了。那么大条，好大一条哦。在哪里呀？把这个田都抠成这个样子去了。走了，不在这里的。跑了。嗯。那边也有。哪里还有？那边。我没看到。这边不是吗？哦，这个不是，这不是。哇，这里还有很多那小小的鱼哎。啊。这段时间水好了，哎，好多田螺啊。嗯。这个小小田螺很多。放那里吧。放那里，明年就可以吃了。嗯。割稻谷了，干正事。哎，好的。啊，这年米还可以啊。嗯。去年被老鼠吃的一坨一坨了。老鼠也要过日子啊。今天天气很好。嗯。很凉快啊。嗯。最适合干农活的。一年一季的稻谷成熟了。我们已经割完了一块田了，现在割的第二块田，老妈和姐夫两个负责在打，我们负责割。因为我们这里交通不方便，只能人工割了。快干，你看有谁来帮忙了？老弟过来帮忙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这块田还有一半。这块田也割完了。老弟和姐夫已经也得了两袋米了，两袋。还挺快的哦。嗯。湖南的男的真勤快，你看，就这个了干活，这是我们家缺少了一个弟媳哦。送一袋米洗干净。小珍，哎，你也回家炒菜，弄菜午饭。好的，好的。姐夫又扛着一袋稻谷回来了，辛苦啦，姐夫。辛苦，没有辛苦。小爷爷就负责睡觉。爷爷快睡，怎么样？爷爷。
谷子，这个很方便。终于打完啦，这两块钱得了八袋，一袋有80根。刚刚打完谷子，又来这里风放风，又得了一窝了。这里哦，不拉脚了，不拉脚，又找到一窝了。晚上又有炸菜咯。我要绑回嘛。啊乌啊乌了要乌了。你打来，你回答，你你恁都闷着闷着，真真的你没有。好，回家拿衣服挖了。哎，姐夫先去拿这一窝。开始行动了，姐夫呢？我要跑了。呜呼！耶！你看，爸爸又得一点好货回来了。这个这窝不大，只能够打汤了。也有一盘。人勤快，嘴巴吃得香香的。今天打稻谷几个那么辛苦嘞，都还要跑去放风，看得要天黑了。没想到一标搞定。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没什么菜，给你们加餐。嗯，这就是加餐菜啊。嗯，又是美美的一道菜。